主料薯条300克，辅料油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买回来的薯条锅中倒油，当油温达到六成热的时候，即可把薯条倒入锅中，炸至金黄色即可出锅了。看，美味的 KFC 薯条出锅了。烹饪技巧，炸到金黄色即可出锅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